一二三，我们要玩野球名人榜新春大富翁。你刚才看到这个是金额，对不对？金额都会增给。那是金额，不是分数。不是。OK。你今天拿到的分数就是你今天可以带回家的钱。化肥会挥发，化肥会挥发。小姐怎么那么粗暴？呀！追平了我们第二组的荣誉，对不对？嗯。为什么玩完这一关那么累啊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又要再回到第一组了。来，我们先回到第一组进攻，加油！请掷骰子。Yes！ 哇！哇塞！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三、四、六，支援前线，请上关卡。来了，支援前线，请抽一支，然后待会去这个棒球。待会，你要不要问一下我们两组的来宾，关于第一关这个关卡？然后接下来他们有大概有多少的信心会拿到第一名？好哎、欸，对，那不然就先来问天信好了。刚才原本蛮胸有成竹，那现在呢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还在摸索当中吗？沉浸在我怎么会踩到一？有没有进入状况了？你后面追回来了、啊。他才踩到四之后就醒了。哦，你看到神队友。对，这两项的一个关卡之后，你觉得哪一关是比较好玩？我一开始以为那个爆竹医生除旧队是处罚，结果这个对我也是处罚、啊。对我来讲才是吧？怎么样？完了，今天红了，被他们挑拨成功哎。那你们觉得好玩吗？目前为止第一关。不会很难的、啊。哇！看一下。你觉得你们第一关你们两位的默契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800块，就800块啊。哦。看样子很骄傲。哎，看样子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不要放水了，认真玩了。其实我很认真。我也很认真。我已经很卖力了，全力以赴了。OK， 好，继续。接下来下一关吧。支援前线要5分钟之内在球场找到这些东西，可以看题目了。请球棒加球衣加运动鞋，好。OK， 大概有来来来，1000块入袋。哎，已经哎入袋了，计时5分钟。我们两个要勾着一起找啊。对，预备开始。那我鞋子算吗？鞋子不算，不行，自己的身上不算。对，计时5分钟，预备开始。哇，不用扭成这样吧？给我用走的。球衣，对，那就拿我的。还是要拿你的，都可以。球棒、球衣、球棒、球衣、运动鞋。哎，我觉得这一关不就不怎么好玩，对，要跑，一分钟就回来了。我知道是比较简单的。不，我写应该可以吧？你抽到一个好简单的，不过其他的搞不好很难。嗯。可是这个你们会放哪里啊？就在他们的更衣室嘛，更衣室应该都有这些东西啊。对。啊，如果是我自己来找，我可能就找不到。哦，我们就跑到他们的更衣室。对。翻箱倒柜。我们现在可以分开一下下吗？不行哦，一定要黏着哦。这里很多哎，这里很多，随便接一个。好，俊伟接一下啊，俊伟。我们剩一分钟，都要拿一支吗？一个就可以了。对，现在过一分钟。球衣，简单呐、啊。简单呐、啊。有限时间吗？5分钟。现在感觉过了2分钟了。难怪两位手牵着手。球衣，要粘着。这。哇，这是谁？不好，介绍。好，谢谢。行。运动鞋。然后，对。那是，这谁？啊、这不行，这 Kevin 怎么办？换一个。专业兵的。
别紧张。好了好了，走。简单 ，easy。对呀、啊。我是怕担心他们稍微眯了一下再出来了。还在睡觉，喝水，他们已经在喝水了。五分钟。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可以去拿水？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可以回去拿水？不可能散步吧？一过两分钟。还有两分，还有三分钟，不是吗？我慢慢走，我们看。还要给我装受伤？刚刚是一起跌倒了，刚才下午去一起跌倒。一千块，右路带，重新，重新，一千块倒数。还没，回来才算。对，一千块又到手，我都可以匍匐前进了呢，胸有成竹哎。我不是拿自己的，真的有自己，你拿谁 的球衣？是我。回来了，计时暂停。时间。哦、太快，因为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，而且就是休息室在那里。但是我们不要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。怎么样？我们问一些问题。怎么样？答案对了，然后奖金再给他们。好，好你先检查一下的东西。球棒，运动鞋，球衣嘛。球衣，哦、球衣是谁的？那黄博好的。对，那、啊、球棒是谁的？刘俊伟。跟你们接下、一起回答。运动鞋是？一起回答。运动鞋谁的？庄玉斌。运动鞋吗？庄玉斌、啊。一起回答。哎、一个比较快，应该要同时回答才对。那你要对，扣200，太硬了，很会讨价还价，好吧，恭喜。要不然太简单了。恭喜1000块入账。哦，现在最高哦，1300元哦。然后美东跟投手组呢是800块，我们要追上去，加油！永裕组请掷骰子。一，不要了。二、哦，三，机会命运。一、二、三，这感觉也是机会命运。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机会命运是什么。机会命运，永裕组啊，甩到三了、哦，前进三点三步，一二三，机会命运。谁运气最好？我选命运。哎呦，命运！命运来写，来咪牌喽！好运隆中来，从其他对手中各拿位。哇！哇，太补了吧！大补哎！1000块，1000块入袋，他们叫2300呢，然后我们变两个都300。我们还是我们这一组还是有机会把奖金要回来。哦，1800。对。天秤组剩多少？我们剩300耶。怎么办呢？对啊，我们先回家啦。不，我们加油。恭喜！绝对不能气馁，对。怎么会运气？我们要越挫越勇。接下来换我们美东组了啊！加油，嗯、美东连线。对，就靠你了。超越极限。你要知道哦。换、我骰。我们只剩下300元哦。我们这游戏应该没有要付款的吧？不会倒扣吧？好，我试试看，一二。当然啦！一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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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再来，一二三四 ，double。Double 是哪里？他们的奖金吗？不是，我们下一个关卡 Double。哇，如果是直接甩到这个的话呢？就2000块了。OK， 要一耶。好，接下来换我吗？对，我们天正，来，我们先换个位置。再来一，再来一个一。你们现在在这边，你要再一个一，机会命运，一二三都可以。好，四，请掷骰子。哎呦，旋转都哎。三变化球，一棒入，一二三，一棒入魂，请上道具。你们觉得里面会有什么？里面可能我觉得会不好丢啊，不好丢，可能会有榴莲。那有信心每颗都可以打到吗？我觉得是他打，可是这个风很大，如果那东西很轻的话就不好搞。一棒入魂，一棒入魂。我们桌上呢有三袋道具，然后不可以拿，我们用笔的，你们两个想要选哪一袋？待会用它来打击。
水便利里面的东西也看不到。现在风比较大。看它有没有摇摆的感觉。这个比较没在动啊，就是这个。那个是铅球。就是这个了。好轻哦。哎呦！来拆礼物，拆礼物。打开它，打开它。这打开它就好了。我的芭乐柠檬哎。芭乐哦。哇！哦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哇！这昂来了。我放桌上好了。哇！怎么还有？哇塞！还有白菜哦。你为什么要攻击海绵宝宝的家？什么？海绵宝宝的家。这个是可以剥掉算一颗这样哦、喔？不是，你桌一起打了。你要点吗？别点啊！你点了啊！他们现在在讨论。谁要打？谁要投？谁要打？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以球品的一个身份，来了专业分析。对，张振宇来点了。对，因为天哥的出了名的不会短打、啊。对，天哥的短打成功率太低了。我觉得哎、欸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我们放后面。然后要投到这个这个孔子里面才会。哎、欸，这有点难呢、欸。而且可以试抛看看吗？没有，可以试抛看看吗？试一下风向，试一下风向。可以试一次。来，一个。小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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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。对对。哎、欸，有点难呢、欸，有点难呢、欸。啊，好，有没有四点？我知道，四点几次？一次，一次而已。OK。好的 ，Play ball， 五球里面要进两个才算过关哦。加起来的啊，好，挑战开始。不会叫人家。啊，其实蛮不简单的。这个。啊！哎，我觉得我们不能舍到这一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你们两个可以交换吗？等一下可以交换，可以攻守交换。两次就对了。对。但是不能累计。哦，对了 ，Tom， 超限没有，这一球不算。没有啦。大白菜，大白菜先，面子之争啊，奖金问题了。大白菜，加油加油。等一下，风哇，很讲究啦，现在。看一下这顺风嘞，这回雪打嘞。好。我又缓下来喽。要继续吗？在，奖金都飞走了，你还高兴？为他们开心。那个进变2000吗？没，没有这种事情。哎，你要去是示范人家哈，示范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看那个你的短打技术。我会点五个都进。对啊，说不定不一样。我可能只是不会点棒球而已啊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跟你讲。张振宇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是左打，他是用右边点呢。哎呦，对啊，是吗？更厉害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一个来跟荣誉在比赛的。这个嘛，这个嘛，来。他这个动作都不杀罗赫啊！哎，不杀罗赫啊！哎，旁边会球，攻下！疯了！你可以试丢哦。战术没有彻底执行，算失败。你的目标不是这个呢。好。你在丢垃圾哦。好球点就好球点就。哎呦。这个比较难点。这个比较难，这个比较难。他面积太小。这简单哦。太低了啊，抛高一点啦。对。有点问题，有点问题。只剩下两个机会。我是比较担心，如果是我们两个甩到这个，我会点五个都进。好了，他还是过关了，打结束了，还是过关了，还是过关了。讲一下新的，讲一下新的。100块，扣100块，扣900哦，1000块，又到手。练很久了。所以现在也是1800元喽，没错，好厉害哦！我们哎，我觉得差距，我们真的要越来越远呢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这个，我们 double， 好，我们就是依靠我们的 double 了，那接下来就换我们甩骰子喽，还没，第二次，第二次，紧张了，有压力了，好想赢，好想赢，预备，请掷骰子，一、四、一、三、三，行动装置易住，哇！完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行动装置艺术，请上道具，800块。
装置艺术，请抽签，然后待会有一个人要负责说，然后另外一个人猜，三十秒的时间说，你们谁要先说，谁要先猜？我先说，然后他先猜，然后之后再工作交换。你们简单说明一下，怎么样？蛮困扰我的这个什么装置？这个怎么玩吗？装置对啊，这个就是你说，例如你我跟你说，右手举起来，然后往下挥动，往下挥动。然后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慢一点，机械的感觉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、oh. ，然后你就十秒想说那个是什么？挖土机答对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猜出答案了？看你们说，哎呀，哦，挖土机啊，对啊。你要说手掌手指头要往前。对，好，對啊、我们先看到的大概是哪个啊？在，那你先帮我抽一个。东西是物品还是什么？就是好好。那就比较好猜了。你要过来、啊，你要过来吧，你要过来吧。好，我们一起看。好。会透、哦，会透。这个要说的，有的说的很简单。这个要说的，我觉得蛮简单的哎。这很简单、啊。可以说几个字吗？要做动作。可以啊。五个字。这很简单。好。哇。三十秒钟哦，那我。你去给摄影师看一下，简单，你去给摄影师简单简单，easy， 这简单，很好 ，OK， 对，这五个字啊，对，五个字，哇，这简单呐、啊，那你回来这边，你不能有动作、哦，可以用说的很简单，对，你不可以有动作，不能出声音嘛，不能出声音嘛，对不对？准备好了，三十秒计时开始，那个往前倾四十五度，好，这个先一个，然后之后反击攻啊，手放在腰带上，然后前后摆动。前后，往前倾四十五度，想象在跳舞的时候做这个动作。没有没有，先不要动这个，就往前四十五度就好了。啊，先四十五度。没有。然后挖土机吗？也不是哎、欸。哦，拜年。哎、欸。哦，那是拜年。等一下，看到一次。恭喜答对了。你怎么知道哪个角度？这个动作是四十五度啊。对。哎呀，这样啊。而且刚刚你在做的时候，不是啊，他那个动作是很像在复健、欸。东哥说是挖土机吗？他也在上一题。我去干扰他。哦，对，那两个动作是分开的。哎、欸，表现得很好哎、欸，那想不想要试试看？你说好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说让他猜猜看。好，那我直接开始。因为已经过关了嘛，当作玩一下。三个字。三个字，你帮我给摄影机看。站前面一点，站前面一点。我笑，我笑死。在这边，来，我想一下怎么讲。但是我啊，对，你要站中间吗？怎么看？三个字哦，我觉得你猜不出来。好，开始。招财猫，不能有声音。然后往下，下。对，重心直接下去。重心接的，对，三个字，然后机械感，机械，就是那个吗？机械是机械的。还有别的提示吗？然后方向，就这样。那个手要那个，手要用那个，对。这太难了。那个對 Michael Jackson 是三个字，easy 的 easy 的，真的。Jackson 什么类型的？你就知道了，你已经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对，恭喜他，对，好笑哦，刚才只是讲而已，现在有挖土机，而且刚说招财猫，全部讲一次，他说怎么可能是这个，早安蹲下来嘞，太好笑了，啊，这不好做了，你这样800块，八百块，对不对？太精彩了，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换美东要来连线了，你先帮我闪一下。要不要公布一下这个奖金的累积、啊？好，我现在先说美东的是300块啊，投手组2600，野手1800。嗯，我们真的没有回头路了，可是还好，因为我们有 double 的，所以我们还不要再喊个口号。好吧，没关系，也看到一半路，尽量不要三振出局就好。我就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结果，我们就活着就好。你觉得？踩到多少比较好？这几个关卡当中，我是觉得一半入魂对我来讲是比较有利啊，因为对钱比较高。嗯，好，来喽，三，请掷骰子，加油！东哥第一次骰三，东哥你不要想三，一啊！
麦欧贝来了！来！我操！三！季老师，哒啦哒啦 ，Yes！ 好。就叫你不要想三，你刚一直想。我没有想。哎，注意我。哎呀。如果是甩到三呢？三阵出局怎么办？我们就不能玩啊！你就不能玩，没有办法赚钱。那下一次。那我干嘛？我们干嘛还要录呢？可以 double 吧？下次再 double 啦，没事啦。你们可以，你们可以。可是问题是，我差很多哎。好吧，就一次。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机会。如果你们等下甩到三，然后过了就四千。对啊，可是你就过关了、啊，不一定哦、喔。没有，两次都甩到。要到起点吧？对 对要到吧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在安慰老人家，说没事。如果过的话，还可以再玩。这个骰子有几？到底准备几个？就一个没。就一个而已了。一个、啊？你觉得有动手脚了？就已经换边了呢。好了，我们换下一组。好吧，换下一组。换我甩，换我甩。换你们了。好，请直。你甩一个四啊！我没有心情了啦。有压力。请掷骰子。今年的红包要寄望在今天这个节目。3 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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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4
你们不要失望，也不要灰心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干嘛？我们干嘛还要录呢？这个时候他们比个 strike， 比一个出局。刚才那个动作是谁的？季老师，季老师，裁判，我没什么注意到呢。对啊，我这印象最深刻就是升龙拳，耶！我要笑死。对。哇，我们也暂停一次。他们也暂停一次，接下来又换到你们了。我想要一如果你一，我真的会笑死。不要笑死了，充满着希望。来，我看我们会不会团圆呢？脸上哎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想看，我们想看他们玩二啊！哎，好精彩，请上道具鱼。我先写他。你们有讲好吗？因为猜对的话，你们这样子会不会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呢、啊？对，因为他的比较白，看起来比较好看，哎、比较看不出来。哇，这个是，一个字一个字。我们制作单位太狠了。刚才手上有这样，这里，希望猜三次。是不是介绍一下这个关卡。天降龙珠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有2000块。对，如果我们这一关过的话，会不会？这个战功这里。叫蠢哟，真会讲话哎！哎，我要看到我的水果朋友了。不是啊，这个是只看这里的礼物，不是。你们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就是男生跟男生，然后就面对面距离那么近过？刚起来的时候是大概是这样。真的假的啦？跳舞，跳起来！